我借了几个筐子，这个筐子是上次卖小鸡的那个人借给我们的，我去他们家拉的。还有多少个？二三十个。给我留着吃。哎，太大方了吧，老板。豆豆，卖鸡子你去不去？去平地你啊？走。我把那个车子停了，他们家里不放，又停。哪里？你换不换这个？这个手动挡、自动挡都一样的。好，开吧。走。感觉我去了一趟非洲，回来车技都变好了。我以前在家里开了七八年，我感觉我车技都不好，但是去了一趟非洲，又回来了开车，好厉害！老李别吹牛，可惜翻车了啊！这会儿都不敢说翻车了。老板。你把这个窗户升起来。啊。卖鸡了，快来买鸡。你好。嗨，这你自己养的吗？对。咋卖的？1斤30。一斤三十是吧？对。你自己用粮食喂的？对。啊。给我来一只吧。你好厉害呀，那么远嫁过来。2.6千克。一共多少钱？一千三百三。啊，谢谢。没事儿，买个秋天第一杯奶茶。我不要吧。来，家里有孩子，给他们管。对的，偷金子。这金子好多钱？25。老李
是不是我们来了是不是晚了？对啊，我们一般都是八点钟。八点。大娘，来送你去。我这天参加，我说没见着您这抖音了。这个这墨迹多少？三，一个四斤八两，一个三斤六两，三点六加四点八。这是几十八？八，五点几十八？八点四。你乘一下。210。嗯，对。210是吧？对。好，谢谢你。快钱钱出来吧。下次吃完了再来吧。吃完了。隔离我就得给他爸妈拉过去。好好好。那有可能我今天不能过。刀子得整，刀子得。来，姐买橘子。卖鸡子，卖鸡子。母鸡打钱，别这么大方。你拿回去卖啥？卖鸡尾的。对。菲利，菲利，这个是我姐姐，你给她称了，等一下我给你钱。真的，真的。我带一只大的。带一只大的，菲利。听得懂，我给。啊，母鸡一公斤一个，这样。啊，他们会配吗？想要这个花的。好嘞，就这个吧。老师吴一锦，你好，会说会说的话的啊，会说会说。我要母鸡，老爷奶奶吗？好的。菲利，还有女孩子，女孩子，知道。快拿着，快拿着，客气，拿着。老师，我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不要，我喜欢他。哎呀，我走了。菲利，菲利，拿着。算了，你拿着吧。来，稍微点。你看都比较活泛，我们上来我们都没有带动物去。鸡好像斤？25。25啊？嗯。哪养的？菲利养的。菲利养的。嗯，他公公养的。买几送啥？买几送菲力，不是买。牛肉面是吧？朱老板买几吧？我都过来买几啊，我都过来买。嗯。要一个，要一个。要母鸡公鸡。菲力，这个是我朋友买几只这个。他是在这边开火锅店的，他叫当年情，在我住的那附近。150。150是吧？对。啊！我想吃。阿丽，啊！你要不非得喊买完鸡子，好好吃火锅去。改天，今天有点忙啊。这是毛鸡。对，这个也是四斤八两。这是母鸡啊，公鸡。这是公鸡，公鸡。买鸡子吧。买啊。买一个小一点的。小的。爸爸的鸡。他爸爸年纪大了。老年人。他给帮忙给买好的，我们也都给帮忙买好的。
来，那我姐姐呢？来，放手。那你给个分你试试，你信不信？好不好？把你给个分你试试，行不行？过来。快快去，放下。对对，放在这张相来。过来。这样，阿姨放下，放下，要分你放下，放下。来，来，这样拍。这阿姨。叫一遍，走，阿姨。哇！走了，叫你爸爸来买，叫买阿姨记得，我们先叫爸爸妈妈来买记得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。热不热？热。是这里热还是非洲热？这里热。这马上都秋天了，已经立秋了。好热。飞利，吃点东西。来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。给你姐姐给一点。这边的面包很软，这边的面包好吃。你姐姐都跟我们跑了一天了。嗯。飞利，我还有几个朋友开农家乐的，我刚跟他联系了，我们给他送一点。好。你一个朋友要不要就？要的多，他们是开农家乐的，至少能要十几二十个。嗯，回来了。老板，哎，人送鸡子来了。来，看啊，偷鸡子。你这个龙儿说打电话联系的。我要吃完了，姐姐玩，吃完了，真好，真棒！给个小姑娘，给妹妹。哇，谢谢阿姨。妈妈，谢谢。妈妈，这个给姐。好，哎，谢谢。拿呀，拿着，拿着来，阿姨给你的，来，拿着。你拿。好，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妈。菲儿还会说谢谢了。妈妈，我要这个。我的。好吧，你饿了吧？会说话是吧？嗯。妈妈。妈妈，妈妈。瞧一瞧，就这样一样吧。这个。老李，我去做饭。哎，今天起得太早了，我先回去休息吧。啊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好，你在路上慢。啊，好，啊，拜拜。